这个灯笼接出去嘛，后面人家再跟上去。我出差的讲，我是半夜半夜了。半夜里面就要灯，又是跟一个清早的。上午的彩灯，上午的收灯。那么有的人是五谷新的，有的人他们都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我们现在只能从他们的口中才得以了解平湖正月十五那万人空巷的盛况。这是清末吴有如绘制的京师放灯图，画面上有鱼灯、串灯、宫灯、龙灯、花灯。同样的元宵观灯习俗也一直在平湖这个江南小城延续着千年的辉煌。但这幅画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世代居住于新代的倪经才老人所说的马灯。所谓叫马灯，一个头灯的大娘爷，一个头忙地的年是一个马灯，而地的一张马屁股，马屁股了嘛，一个个当年马个尾尾部，那个就是那米来子啊，真是我们在指的路了。平湖穿马灯的表演有着复杂的五步行进路线。这个嘛，都见到过，这个啥个嘛，是走出的火焰进来一样。啊，八级走进火车里。这个有八级，嗯，那么顶，还有个么顶绳。在领灯者的指挥下，穿马灯队员依照五角星、八节、定胜等各种中国传统喜庆图案行进。那么这个走路基本上还走出来。哎，那么叫人家多了也说不得，有时候还去说女的了。我又跟人家多了也说不得，说不得了，看不得你心里也呀。这支马灯队伍中只有一盏马灯，那是执掌头灯的地方上头面人物的装扮。后面的成员手中所提的则是花灯。这花里面有三节，一节有三节，花里面三样呀。那么给它三节当中呢，刚才要对花来说个，另外嘛就是个当这个花里当中呢，还有花名的，好比梅花、菊花、桃花，这个它花里落才有名称的。参与穿马灯的人都是本地青年。在地方组长的带领下，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正月十五前后就会在各个村坊间进行这种一年一度的迎新活动。啊，一个村嘛，一个村的阿区的，现在搞来那个一直搞到全部得来，有省党村，有市政办，有庄稼村，有专门的，有小区委，有国货办，有六个地方。淳朴的乡民们认为，马灯的来到会给他们带来好运。所以经济条件不错的人家都会在自家门前摆起桌案，放上圆团尺高，以犒劳挑灯的人们。穿马灯的队伍开始表演前还要唱上一段，那就是赞马灯。那么都好了，要见不得嘛，也立着站灯了，那么也黑了，就是路边和摩灯摆掉的哈，那么也顶顶了。顶顶们那一阵摘了哈，摘木灯。一张五皮绕啊，把我到水绕去，那么又摘他们之后地里去，去给到，门这第三个啊。穿马灯解放以前在新代非常盛行，影响到了附近的所有县市乡镇。我们在当湖、中代、全塘等地也听到了有关马灯的歌谣。这女子啊，刚才我们掉毛的，你女你过车路，数没在落地。这女这啊，刚才那掉毛灯，其实那才是七个头子，那就各种人口流了，就是人口流高不小百姓床位的，那一种人口流。这个，新代文化站的仓库里存放着十年前为庆祝西瓜灯节而特意制作的马灯，它基本按照当年的规格制作。
是啊，干了。嗯，是啊，干了。嗯，爸。还是那啥。嗯。哎，这一头猪一头在干啥呢？啊，这叫摸摸。好了，就是连连在等，一直没在等，咱们就走不得，就吹不得。那么后头嘛，跟一百年胡来，后头的嘛在胡来了。在平湖电视台的片库中，我们找到了当年行街表演时重新编排的穿马灯资料。红黄黑白赤色26匹大马和4匹小红马组成，从而形成了新寨地区特有的跑马灯舞蹈。穿马灯这一平湖地区独特的喜庆活动，可能与当年八旗子弟酷好骑射有关。平湖民俗专家张宇官就曾专门撰文分析，清兵入关常要举行跑马赛马活动，但由于江南水乡环境，这种跑马活动难以进行，于是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民间舞蹈。每年从大年初一开始，迎灯活动就在平湖乡间广泛开展，浩浩荡荡的灯队中还有人们精心准备的舞龙与舞狮。狮子们在那桌子里砸那个，砸什么这个，给他摘个狮子头，啊，叫狮子滚石油，门底一个球，大概涂一个球，做那个石油一样的，那翻个面，把狮子头出个面，翻几面，狮子头出几面，到村老乡给他舞蹈念多嘛，那么等他的。有些是纸，那么龙灯出来之后呢，就是一家走啊。那么那放高声到三年个门第，如果放一个高声，现在就是停落来是调不当合了。正月的灯五花八门，许多是由扎花艺人制作，民间也有自己动手做灯的习惯。在这个做啊。你老在下时我货我都买个八仙的孤海这个有点我这口才的财人五路财人这个就是这讨口才了。这些是北方的灯笼方，属于木板印画，专门为制作灯笼四个方面而印的。而平湖更多的是手绘的灯笼画，主题大多是祈求平安富贵。东方十三个王堂堂的来没来到啥没什么没来到有一个姑们那么那这条的带子嘛上啊王啊那有个叫布置了这条的带子上啊王啊来没来到啥没什么没来到一句一个姑们。这段戏曲没有任何书面记录，方世兴老人也是他的唯一传人。不过正月调灯的队伍中却不乏与之类似的各种文艺表演。有的呢是拿西洋剪葵花西洋剪擦皮，那么还有一种呢叫摸鹅，一家都表演的要打忙去了，要打忙去嘛，那个一直在路上走了，你看过小时那个路，那个拿一个路车门来，那么那个要一块么长，还有么半个针，还有么几把个手不是这了呀？有这半个针，半个针下过路了，下面又打路了红了，那么根本就做，这个做么有些弄个链条做好呀，做了，那么有这半个么？搿只摆女儿当来搿弄个，总归是挺开心的。那么几五年了后来呢，是他赶弄来嘛，搿部是把就喷出去，一个人嘛弄个错误，一杯一瓢呀，那叫一赶紧都醉了嘛，一个错误还一辈子。如此盛大的灯节活动，在平湖历代诗文中时有描述。《当湖竹之词》中有“灯火鱼龙不厌宵，六街鼓吹庆元宵”的记载。而鹦鹉湖照歌中则更明确地写道，正月中少年扎竹为龙灯马灯。卢川竹之词
地戏连番扇舞腰，说的则是调灯时各种戏曲的表演。有的小姐来讲呢，工呢就是在这民间讲的，他们才好演啊。咱们搁早我刚刚讲了早大部分还是民有小姐演出，各式各样在演出。到其他地方各会场上下嘛，说这个这个地戏，但他最主要演出演出表演几个节目，这个八路热里向个种啊，这个菲律宾好听啊，在这个各种摆那个。还没四百年在那下有种西亚游的。分成了四个组，表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穿十二种不同颜色的服装，以代表一年中十二个月份。整个舞蹈节目呢，共有十二种队形变化。这是正月调灯在全唐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古称十二花神大天官。就是说跟那个天官看了，好像天官们带人那高点女的，像电视里皇帝出来个的公务才女啊，调灯了啥么子，有那个舞蹈，有只舞蹈呀。道具就是一只灯，那个里的老早年灯了，夜里上一只火啦。那么调来讲呢，就是一面就是吹，有只吹火人叫调火人，就搁别吹别吹，再搁调几个调。每年庆元宵的灯队往往长达一二公里，领头的人就称为灯头，他负责灯队的召集与引领。灯头，灯头啦，那么上午的彩灯，上午的收灯一样，要再等好了，再要请客。这个灯笼接出去嘛，后面人家再跟上去。这个那这种灯咯，这个。这摆那种地戏了，那个更老走。人们在这一时刻尽情地宣泄着自己的激情，甚至会邀请他乡的亲友前来观看，一直欢闹到半夜，甚至第二天凌晨，人们才渐渐散去。啊，我现在是现在啊，上七年的。哦哟，现在还一四五八个年，不是一条村老乡啊？嗯，村庄都会过来。嗯。接龙来了，刚才。有个灯头到啥舞堂那里，跟人灯头到王家班上头那里，跟老神经弥补，不行走这个。虽然如此，但传统的封建思想却禁止女子关灯。我来老弟这个，这不是只有婚姻，那青年，俺都不允许他跑出去，跑出去之后被人家那是看不起，意思是好女。不可灯笼，好女不有称，在这个。由于对民间曲艺的酷爱，方世兴老人学会了几乎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唱段与旋律。就吹木灯，你有木灯笼啊，要靠笼养啊。在倪金才老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当年参与马灯表演的彭俊元老人家中。小路呢是手呢是啥个呢？嗯，靠呢靠哪个当中啊？哎，所以竹木灯呢，竹木灯搿只属于是叫宁波走木路鼓，最早呢蛮强的。哎，因为呢，就是呢比火闹蛮多的。吹木锣鼓呢，就是以一个的节奏呢，基本上有四五种变频，有五种靠法。正月里呀来，是新迎春，家家那个屋啊屋拉地翁头。过年的喜庆与农事的空闲，营造了平湖传承千年的正月迎灯习俗。它与二月放药。一直是平湖最具人气的群众娱乐活动。